相恋换，我是义乌的宣传员，我走江北闯江南，整个中国跑遍万，我把农村来宣传，句句说的大实验。现在一到收麦季，金黄麦穗铺满地，农民朋友三下忙，顶着烈日去收粮，顶着烈日收小麦，三下防火别携带，三下防火记心中，听我讲给大伙听。防火工作抓前面，别让漏洞来出现，秸秆焚烧要杜绝，秸秆焚烧不科学，坚决不着一把火，不给政府罢脸抹，不让一块地变黑，杜绝秸秆烧成灰。麦田收割和运输，一进三防全面铺，焚烧秸秆害处大，有毒气体含量大，影响人类的健康，要把百姓心中装，污染空气和环境，看不清楚该咋整。浓烟滚滚看不清，交通事故一发生，新的隐患又出现，民航交通也中断，生命财产损失在，土壤结构也破坏，农田质量也下降，影响城乡的形象。三下防火的要点都要认真去开展，麦子成熟已经干，严禁麦田里吸烟，烟蒂记着要踩灭，安全隐患都解决，安全隐患都杜绝，防火知识认真学。进入麦田收割季，防火罩要都普及，排气管装防火罩，提醒司机要知道，消防安全要培训，不懂地方要多问，随车携带灭火器，使用方法别忘记。收割季要多检查，不要秸秆缠住马，秸秆缠绕进机轮，摩擦起火很吓人，记得及时去清理，避免火灾的引起，运输秸秆别太高，触碰电线都燃烧。提醒司机睁大眼，检查油箱输油管，避免漏油和滴油，安全隐患不要留，机器用水常加换，出现问题不划算，出现问题损失大，多加点水不算啥。农忙季节要牢记，家庭孩子多教育，别让孩子去玩火，出现事故无处躲，忽视孩子的管理，最终害人又害己。收麦季节温度高，风干物燥易燃烧，平时不注意防火，火灾来了无处躲，时刻防火把心揪，颗粒归藏大丰收，那个大丰收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。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